少一个洞啊，这个是我用的。是从哪里弄来的？为了要让你高兴。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等男主角回来了。礼物就在这里。不晓得等一下他回来看到的反应会怎样。你看你看，我们蛋糕都准备好了，亮亮还有写字哎。健康杯。阿比来了。干嘛干嘛偷拍我？烤肉炉，干嘛？哎呦，这烤肉炉，开心吗？哎呦，为什么要烤肉炉？为什么？哎呦，蛋糕。嗨嗨，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哦，是这样子，最尴尬的时刻。来来来，放上去，放上去。为什么要烤肉炉？瓦斯炉呢？嗯，我这个是这样子。对。哦，对啦。哎。哎，你们烤肉来这里了啦？完全 order。可以200个人。对啊，要什么就都有了哦。对啊，烤香肠也有哦。有。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这个就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寄过来的。什么意思？嗯，然后弄过来的。我就是有、哦、这个还可以调高度，对对对，那个调高度，对对对，可以这样。今天有一个很秘密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呢我要去帮金刚制作他的生日礼物。那这一次呢，因为不能让他知道，所以我花了很费了很大的心力，就是先骗他，然后告诉他说我要去屏东市去跟一个某某单位开会，然后这一整天的时间呢我要去铁工厂制作烤肉架、烤肉炉，就是因为他一直很想要一个美式的烤肉架，所以呢我决定自己动手做。那也刚好可以了解整个铁工铁架制作的过程，包括切割啊、焊接等等的。然后等一下铁工做完之后，我今天就要给他一个惊喜。不知道他的反应会怎么样，因为其实我从昨天就开始有陆陆续续的跟他小吵架。我昨天在跟他生气的时候，他很有耐心的跟我说：“好，那我错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”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跟他吵架。然后今天我打算就是演消失一整天，就是都不要让他找到我。然后让他很紧张，然后最后跟他说我很不舒服，我到家了，然后请他回家，然后我的生日礼物就在家里准备好。那拭目以待，我现在要出发去当铁工咯。因为那个护目镜是黑黑的，所以刚刚有点逆光的时候，我其实是看不到的，对，看不到那个接点的。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有一少一个洞啊，这个是我用的。弄全部弄我哎、欸！哎，我刚刚超紧张，我
你再演一次那声音。有点喉咙不舒服啊。因为我想说，昨天摆摊的时候我穿短裤。嗯，啊，我也穿短裤啊。所以你昨天是故意跟我吵架？说我从昨天开始想说试试看可不可以吵一个，就是你不要理我，就是你觉得我很就是无理取闹不理我这样，然后今天就是在庆生在和好这样，对对对，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就和好了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干嘛要吵？你知道我要把你支开有多难吗？就是然后我要跟你分开一整天有多难？因为他都会知道我要去哪里或是干嘛，我是想说很难骗很难骗，然后鼻屎，你就是鼻屎一般的存在，连着不放。如果我要给你 surprise， 我也很难把你支开啊。哦，不用，因为还而且你那么聪明，对，对啊，我怎么骗你？我错，我去跟县长聊天，你会相信吗？我骗他，我要去跟屏东县长。然后他相信了，对，因为他过年都有个活动啊，然后活动就算了，然后他因为他现在开这个 YouTube， 刚好你是觉得我很北兰，你是觉得我智商很低，有一点，我们一直沙盘推演各种可能性，就是你会不相信的可能性，所以我们就一直改，一直改，一直改。其实你错了，你讲什么我都蛮相信。改什么不用改啦。我其实为了送你这个，我排除很多障碍，然后为了要让你开心这样子，那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我，还不够珍惜吗？大家都在想。我跟你说，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这个烤肉酱。哦，不是珍惜我。有啦。Sure, I'm young, but I can read through the lines. We don't need your sympathy, just a little empathy. I might go a little crazy, but why can't you see?